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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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。各位朋友你们好，我是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的杨玉莹，今天能够在这个节目里和大家见面感到非常的高兴，谢谢大家。 Hello 各位，这里是下班音乐。要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甜歌天后杨玉莹，绝对是不少人心中的 number one。 作为很多爸爸妈妈们心中的不老女神，出道29年的她不仅曾凭借一首我不想说红遍全国大江南北，专辑销量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。虽然在她巅峰时期因恋情和一些谣言一度淡出歌坛许久，但自2011年复出至今，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她依旧少女感十足，歌声也从未改变。这不，最近她又现身某综艺，一首《轻轻的告诉你》引得全场欢呼。要说这首歌不仅在1993年发布之初就唱尽了千家万户，所在专辑《月亮船》更是销售百万，妥妥的人们心中的经典神曲。如今人美歌甜的她再唱此歌，瞬间有种被拉回90年代的感觉。在90年代，作为中国第一位签约歌手，也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内地偶像歌手，杨钰莹从92年开始，可以说在流行乐坛就有着偶像一姐的称号，实力碾压同期内地非体制歌手好几条街。不管什么曲风的歌，他都能唱出自己的味道。在他2014年成都演唱会上，就与陈志朋深情演唱了这首《滚滚红尘》，温柔的嗓音重塑沧桑的回忆。唱到中途，陈志朋更是从后背抱住了杨钰莹，引得台下一阵尖叫。都知道早年杨钰莹和毛宁同属一个公司，二人被称为歌坛的金童玉女，而风靡一时。在这期间，二人也留下了许多经典曲目，其中1993年这首《心雨》最为有名，一度成为当时恋爱中青年男女最喜欢的一首情歌。而时隔多年后，两人再度同台演唱，歌声依旧甜蜜如初，感动全场，令闻者无不动容。那么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吧。歌曲就推荐到这里，想听好听的音乐就来下凡音乐吧，明天见，拜拜。